院大夫，我想有个病人非常的麻烦，希望你可以跟我走一趟。你这么着急来找我？病人是很严重的吗？你不必问那么多，跟我走就是了。我不去啊！我可以给你钱，要多少？你说，我现在就给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不傻，病人那么严重，也不送到医院，一定有非常情况。我可不想在你们国家惹什么麻烦。 我现在就让你甩不掉的麻烦。我看得出来，沈芳对你的关心不是装出来的，而且，你应该把你手里的东西交出去。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生死了，你的下级、你的兄弟，包括你的家庭，都会因为这个出现危险。再坚持下去值得吗？我记得。 在我哥的葬礼上，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很多时候，邪恶的力量是强大的，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屈辱而葬送自己。战胜邪恶不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手段。无谓的牺牲，只能让你的敌人更得意。